因为我们在谈到这个中国的历史上的王朝的时候，我们有的时候会习惯于把它也称为帝国。中国历代的王朝，当然也包括我们现代国家形态的这个中国，实际上从来不是安排的，因为它从来不是外向扩张的，就在我们的这个历史上没有出现殖民主义、帝国主义的这个倾向，这个历史的证明非常清楚的。我认为这个体现了中国文明根性里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观念，同时也是一种价值，就是知止，知道自身的界限，知道自身的限度，并且停止在自身的限度。我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种观念和价值。知止其实意味着我心中始终有他者，同时意味着我始终会给他者留余地。我觉得这个是，这当然这是我们文明根性里特别关键和重要的东西。